的，我觉得手长脚长的。站这边看，感觉比服务员还花。所以，这种打法很多，日本。那样平的打球就很有力气，让我觉得就很有力道，每一球。哦。但是看服务员的这搏杀力不够。就是说你搏杀，球打的他不是每一板都能打成这样，是。哦，堪称完美，已经可以用完美这个词了。嗯。你看他的球上能发出这种路的，天，攻不死他，他攻你。胜现在只有什么呢？嗯，从目前来看，就是福原爱取胜，取决于李晓霞犯错。好球！这球和他的这个比赛成绩啊，老是能不能够相辅相成？对，那您觉得他还是想成为一个实力派的选手？机会。哦，漂亮！小心点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嗯。也就是从去年吧，才真正慢慢的开始。2008年奥运完了以后，后来2009年去打了全运会。他这种情况发生了？他这个也不叫断档，他是必然一个过程。球看来呀，福原爱还是非常下风。没有办法。打来的觉得哎挺过瘾的，打来打去需要打来打去，可是你最终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总要有一个追杀这板。哦，漂亮！又一个3-0。李晓霞获得今天比赛中第二场，为中国的下一场。